是非正规实习生 UNI。 在夏天最能够代表日本的东西，浴衣和祭典绝对能够名列前茅，因此我们替雷维亚丹设计了一套浴衣的造型，娇小的身形戴上那一点复古风格的发型，穿上浴衣的雷维亚丹是不是更加的水灵灵而且动人呢？身为新阿尔卡蒂亚的四大天王之一，别名妖将的雷维亚丹是一个对 CoffeeX 绝对忠心的角色，平常总是冷冷淡淡内心平静的他似乎对什么都完全提不起兴趣，我有一件事例外，就是在跟杰洛战斗的时候，这一次的祭典雷维亚丹除了外表非常可爱之外，他的技能也非常的强势，两招技能都可以穿墙攻击，尤其是水花雷射这一招，当他射击出雷射之后，还会在轨迹上留下一颗颗的水球伏击经过的敌人，在安装了强化要素之后，还会让第一个被打到的敌人无法移动，只能呆呆站在原地被水球砸。而当祭典雷维亚丹释放了捞鱼游戏，他还可以获得一个护盾，在开通了被动技能之后，还会附带三只带有追踪效果的冰剑鱼。祭典雷维亚丹是一个技能非常强势的角色，穿上浴衣的祭典雷维亚丹和浴衣帕雷特，你比较喜欢哪一位的浴衣造型呢？如果你喜欢祭典雷维亚丹的话，绝对不要错过这次的机会哦。以上就是今天的非正规情报站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